们今天到 Fortune 什么玩个 Fortune Garden Kyoto Fortune Garden Kyoto 就财富京都财富京都的财富花园财富花园酒店，它这里很特别，养了那个百里鱼，百里鱼它的造型也很美，嗯，然后空景那阳光洒在里面的那个竹林里面，对，然后水非常的清澈，嗯，不会像是有些人造景的水池塘脏脏的，它很干净，嗯，就像鸭川一样，对，很干净。好，他们先上小菜 ，Thank you。Yeah， 沙拉 ，Thank you。对，先上小菜 ，Thank you。是它前菜，一个是草莓沙拉，嗯，对。那我先吃草莓沙拉。因为草莓它真的有草莓哦，也是新鲜的草莓，好夸张哦。嗯，怎样？像草莓超好吃，真的，哦，是甜的，不是酸的。它油脂酱很好吃，酸酸甜甜，是个蛮抚少女心的一个沙拉，又有草莓。而且刚刚那个小姐端上来的表情是很幸福的，嗯，就是这是我们的沙拉，嗯，她感觉就是好像你既然点这个，对，这么会点。很好吃，就是很好吃。它虽然是沙，可是它的调味很丰富，酸甜，酸甜微咸，又草莓，又很棒。你看很好，可以先吃啊。我试试看草莓，说你说的这么好，到底有没有那么好吃？再来就是那个鲷鱼，他们好像蛮喜欢鲷鱼的，就摆盘很漂亮，嗯，上面还有你四季豆，还有萝卜。没想到草莓跟那个起司那么搭啊，哦，很优雅，很优雅，又是优雅。来到京都就是有雅气啊，不管是摆盘就特别美，不管是它的食材还是人文气质还有建筑，法式餐点跟日式餐点把它 mix 在一起，嗯，好吃，哎，很漂亮，把它吃吃看。嗯，那个服务人员还很贴心的说你会过敏吗？可是也不知道是对什么东西过敏，他们就重视对每个客人的需求。那湿纸巾摸起来也很高级，就是跟湿纸巾，对，跟一般的湿纸巾的触感不一样，非常的柔软。其实日本在很多小细节，你的细心的去品那种品味，他们就对一个对所有东西都会一直很要求，所以有的时候不管是像是你吃一个食物，或者是光是上他们厕所，你都会觉得他们的非常用心。光上厕所，你就会觉得根本不像在上厕所，就是太享受那里面的环境啊，湿度，对，还有那种香气的那杀菌剂，再加上那时候洗手乳都是用挑过，对，你在里面上厕所就会觉得，哦，真的是肠燥症的天堂。你会觉得在日本你就不会怕肠燥症，因为你到处都很容易找到厕所，而且厕所都是又干净又舒适，甚至更好一点还会香香的这样。刚刚那个小姐带我们坐座位，她就说你们是要坐里面的位置还是坐外面户外？其实户外比较通风，比较舒服，户外很舒服。嗯，它里面是有暖气，感觉很有格调，很多地方还有那个书房，这边有书房，就是它这里有的室内的那个设计完全，嗯，然后我是很推这个时候春天来那个什么天气实在太舒服了，就是爽，对，但是又不会太热，你就可以坐户外，然后又有景可以看，然后这个百里鱼在旁边很悠闲的游来游去，嗯，对啊，第一次看到百里鱼，它全部养的都是百里鱼。我们是因为拍摄需要，我们想说背景漂亮，我们就是往外拍，做的面朝的是墙壁。其实，如果来吃用餐的话，是面朝户外的景色，你可以一边看着竹林，嗯，一边吃东西，会放空。对，很棒，最好吃了。要搭这个，你说搭这个吃啊，哦，蛮好吃。我要吃这个，啊，它确实是。有点危险。对，你既然说出心里想的一样的东西，柚子醋酱跟它的气质真的好搭，酸酸甜甜咸咸，但是，然后还加了一些小片的火腿，哦，火腿在这里，阳光好像淡下来，现在上那个糖，
现在上的汤，一上来就闻到松露跟蘑菇的香气，对，拿近闻就闻到一股很浓的奶香，上面有滴滴油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它油还滴在不同的位置，好好玩，点缀跟加添加香气用，它是我最喜欢喝的那种，它的融合在一起，浓汤牛奶蘑菇跟松露完全完美的融合在一起，你很难去分出它们的那个就是独立性，就是全部就在你嘴巴这样高雅的那种味道，虽然它是那种像那种奶浓汤奶油浓汤，可是它的味道真的是加上蘑菇跟松露真的是提升了一个境界。我很喜欢它点缀的那个油，它油可以让那个汤更浓郁一点，它那个油也是很香气，特地去舔了一口它的油，有一种微微的炭香味，吃一下啊！他们这个就附加奶油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拿来沾浓汤的、哦。原来如此，很朴实的味道，有点 QQ 的老面团，你仿佛在吃馒头，咬下去有一种面香，那种老面香，而且可以嚼很久。这种是很朴实的味道，它没有加那种就是像一般会很奶的味道，所以它很适合甜的。而且它上菜的时候是保持温热的状态，跟这个超搭哎，就是一定要沾一下这样。它跟这个浓汤超级搭，所以它为什么不做那种奶香包？因为浓汤已经有奶味了，你这个再用奶，你就吃不出它原本的香气。那个油很香，因为它滴了几滴油，而且它油是烤过的，它有碳香，它很聪明，它把有碳香的烤过的油滴在汤里面。你就不可能，因为你汤不可能会煮的超会搭就不好喝，所以他利用油烤过之后滴下去，整个汤里面加了那种炭香的香气跟油的香气，层次变得更丰富。因为它是滴两三滴，所以你一开始可能不会去把这那个油捞起来，所以你喝完之后再喝到那，就整个深度又变得更深，然后又更厚实。它这个面包真的超级搭它的奶。它的那个浓汤超级搭，因为它的味道是超级朴实，可以让你越嚼越久，但是搭上去之后又很完美的融合，不会说是面包你是汤，而是就融合变成是一个浓汤面包，这样超级好吃。我想为什么这个它的那个汤里面会有奶油的味道，原来它是有把奶油加在汤里面、他们这种奶油浓汤也做得太厉害了吧，每一家都有它的厉害的地方，但是这家我觉得目前吃过它最厉害，因为它加的那烤过的油真的是很惊艳，都快沾完了。对，好好吃哦。它有那种洋葱，剁碎洋葱可能解一点点腻，对，这碗浓汤真的是细心程度目前遇过是五颗星。我最喜欢就是这种很浓郁的蘑菇汤，把它吃得干干净净的，吃光光，帮你吃掉，最后给你沾。你会吃的干干净净，我没办法。好吃、哦。它上菜速度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很舒服，它会看完你吃完一道一道再上，而不是就是plang的，就好像弄满整桌，让你觉得很有压力这样。就是赶快吃吃，赶快走。对，它不会。这里的。楼上晚上是有一家酒吧，如果喜欢喝酒的人可以来试看看这边的酒吧，里面呢有婚纱，但他们也有婚纱宴馆，放了一套那个礼服婚纱礼服跟西装摆在那边给你看，看起来就是很现代化的礼服。对，但是他这边是有点复古又有点低调，所以它比较偏向欧式的建筑，它比较偏欧美一点，它比较不是日式的。对啊，对啊，我发现他们把西餐啊那种法式料理就更进化，很紧啊，匠人的那种思想，把西餐法式餐这种很精致的料理又更精致化，就变得就是。很日式吧，外国人可能吃了都觉得好吃。对，像我们去美国，他们就是很咸，他们的那种餐点都很咸。欧洲的食物也是比较偏咸，比较狂野一点。对啊，那他们这里的欧这种欧式的这个餐点，味道就很
刚好，他把它调配的刚刚好，容易入口。就是美国的，就是肉酱肉酱肉这样子，就是那种重口味的酱，然后那种大块的肉，他就是要让你吃饱。你看美国的餐点就是一定要大份，对，你如果太小份，他们可能会觉得你很小气。其实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看电视，美国的越南料理不是有那个面包吗？我们台湾的话大概是这么大吧，法式吐司。那美国的是这么大一个，就是整条，就是长棍，很大，饭吃不饱。就是所有东西全部放大。河粉是碗公的，对，变成巨人的食物。因为都可以，亚洲人去都可以全家，你的食量一个小家庭。点一碗面就吃得饱，你就被训练成那种食量很大。因为我们最近也常在看那个那种就是美国人的吃播，对，就觉得哦好厉害，超会吃的。他可以一次吃大概四五样的那么大一盘的东西，对，那到底是怎么吃？他吃不完怎么办？带走？重点是我会觉得腻的东西，他们可以吃那么多份，拼命吃。我吃一份我就觉得我差不多了，我可能要吃一点蔬菜啊，或者是配一些茶。但是他啊，好多份，他们吃的很幸福，对，其实还不错。因为你喜欢吃蟹，你是美国人，我应该可以跟他一起吃。对啊，但是你不会讲口感，你只会说这个很好吃，很够味。好，跳下一位，啊 me fish me， thank you。那现在上的是主餐 chicken 跟 fish， 它的蔬菜烤的就是边边帮你烤的焦焦的，所以应该碳香味应该很重。我们吃一下它的 fish 吧。fish， 它这个好特别哦，它这个是菜吗？对啊，它这一片一片的菜，番茄酱，好好吃哦，有番茄的那种微酸，还有它酱汁里面有一种醇厚的香气，这里又一层油，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很好吃的油哦。它外面还加了一层油，在边边这边多了油，又多了一个香味，那就是层层叠叠的小的细节的香味，让人去品尝。这个菜给的蛮大朵的，我第一次看到人家上蔬菜是一整坨的，它不是一片一片的蔬菜，它是给你完整的一份蔬菜，连它的那个菜叶的梗都可以连在一起，你很像某种在吃东西，还是土拨鼠，完全没有办法咬断那个状况。因为它最外层那片超大片，它连在梗上面，我刚刚要切就切不太下来。可是我跟你说，这个蔬菜超级甜，因为它最外层的那片很大片，所以它最外层的烤得最焦，就边边都焦掉，所以吃下去有一种微苦的感觉。但是我觉得这是大人的味道，那你如果在吃里面的地方没那么焦，就可以单纯的享受它的那种碳香。我现在吃的是焦香，因为外层最焦，所以现在是微苦，再加上它的很甜，它这应该是高丽菜，很甜，你完全不觉得它会是高丽菜，是有一种熟悉又陌生的。它应该有用火枪去烤，它边边都焦掉了，所以我吃，可是我吃下去只是微微的有一种焦，小孩子会觉得很苦，但是我的这个焦香是对大人来说是一个，就像你在吃秋刀鱼一样，小时候不敢吃，觉得苦很难吃，长大的时候就觉得它的苦有一种就是耐人寻味的好吃，那就跟这个有点像，它边边焦了之后反而吃出一种就是大人的那种味道。那试一下它的那个鱼吧，对，它喷汁了啦，真的假的？那我们看一下鱼在喷汁。刚刚我这样按，它就喷出来，肉汁从这边喷出来，好吓人哦！所以我要从这边切。白带鱼还是什么鱼？不知道，但是味道很熟悉。Oh my god！ 怎样？鲸鱼。鲸鱼。目前吃过最难以形容的鲸鱼，它整个鱼肉嫩，然后鱼肉之间的油脂就是超厚的哦，他选了很好的位置，对哈，他肥死了，难怪他会喷汁。我刚刚这样压下去，他整个一道
像那个毒蛇在喷毒一样，我就看着说又惊讶又心疼，因为那个都是很好吃的油，它给我喷出来，不知道有没有喷到衣服上，应该没关系，看不出来。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鲸鱼，它油脂太丰富，因为它咬下去那个鱼肉嫩啊，你就好像在吃那个油的鲔鱼罐头，但是是纯鱼油香的鲔鱼罐头，鱼肉非常非常的细致，真的超好吃。可以赶快开动，赶快吃。你最好是从边边切，你不要这样子压香，你就从边边慢慢切，它肉很嫩。我也吃吃看哈。对对对，这样一切就断了。刚好一个是茄汁这样子，然后这是奶油，它奶油很香，我一端过来，整个奶油的味道就冲上来，很不错哎。我个人是蛮怕鱼味的，鱼如果味道太重，我个人是蛮怕的。它鱼还没有鱼味没有，它的鱼味算重哦，但是它不会让我觉得不敢吃的那种鱼味。它不是腥味，它是鲸鱼的味道。对，可是它油很香，这个蔬菜好油腻哦，不是，因为它很油腻。它的那sauce是奶油，再配上那个下面的奶油，有一种就是奶香，又搭上蔬菜，它本身蔬菜是属于绿叶的，所以它的那种味道会比较重，油麻菜籽那个东西，但是它有很聪明的附了两个马铃薯，马铃薯配奶油是绝配，而且它的马铃薯哇好松软，但是马铃薯甜的，日本会不会太会种马铃薯了？它一定要配这个酱，它的酱配鱼很搭。鲸鱼罐头，有那种感觉，可是好吃很多。我第一次吃到这么甜的马铃薯，我还以为它加糖了，真是太好吃了吧！这是我吃过目前吃过最好吃的马铃薯，配上那奶油，我天哪，它外皮烤得非常的酥脆，好好吃哦！那个马铃薯香气怎么那么浓？这马铃薯我可以吃十颗，超好吃。真的吗？我要吃。对，我吃这个。好，马铃薯。它是怎样？它每一道肉都会喷汁。它马铃薯有经过奶油去，不是下面煎烤，应该也是啊。它下面那一层 sauce 是奶油，应该是用很，它是很小颗的那种圆圆的那种，它很松软。鸡肉怎么样？鸡很厉害，它鸡香，它讲鸡也很厉害，它鸡香很浓。我刚刚就我嘴巴这样子肉，我光这样子我。嘴里就吸到那个它的鸡味了，咬下去它的肉汁，这个也是会喷汁的哦，不要乱切，你那个珍贵的汁就喷出去，好吃哦，浓郁。它把平常的食材把它做的你没有吃过的口感，它的番茄怎么那么好吃啊？而且它很喜欢把番茄弄得咸咸，像是这个番茄的 sauce， 也是有咸有咸，但是因为番茄可以解腻，所以你就会。觉得搭得非常好，然后又可以沾肉，对，它连上面的那个，我好喜欢它那种油油的蔬菜，对，它那个是芥蓝，我觉得有点像油菜花、哦，好好吃哦。觉得他们的油菜花不会有那种一种特殊的不好闻的菜味，反而就是有它油菜的油香，但是没有油菜的那菜味。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肉质。它上面附的香草也很好吃，不会说味道很重，好嫩哦。什么东西？肉好嫩。哪个肉？鸡肉。是哦，我刚刚吃到的是硬的部分。它鸡肉选过哦。它的高丽菜好甜又脆，烤工还蛮厉害。蔬菜不会把它烤得烂烂的，保有它的脆度跟水分。日本的食物就你每一口都会有不同的滋味，它有一点一点一点的搭配，酸呐、啊，一点酸，一点咸。一点什么一点什么这样子，这是个鸡味很浓的。如果你害怕鸡味，这可能你会觉得鸡味有点太浓，可我很喜欢。它还好，我其实很怕鸡味。我目前吃过我最吓我一跳的鸡是冲绳，它的不知道是炸全鸡还是烤全鸡，我吃下去我整个不敢吃，就鸡到不行，然后我就都给它吃了，因为它不怕。这个鸡味是我觉得就是我。最可以觉得好吃的鸡味，就不会好鸡哦，好像在讲脏话。它有点像是土鸡、放山鸡之类的。对，它那个鸡很有咬劲，但是又很嫩。鱼的话要赶快吃，它那个热热的时候，那肉汁最好吃，最鲜美又油又浓郁。我觉得主餐很棒。对啊，我觉得这家要来，这家不行，风景好看，
它的食物也很好吃，这价钱也不贵啊，还可以。那我选择的话，如果去吃吃到饱，我宁可选择这种排餐，就是它有一道一道上的这种精致，价钱也差不多，但这个好吃很多，这会让你惊艳的。对，我们现在也是到了那种没有办法吃到饱的年龄，就算让你吃到饱，你也没有办法一直夹，你可能只能吃两盘、三盘、四盘，就吃顶多四盘。这种的就可以从头到尾慢慢吃啊，很自然而然的就饱了。它的高丽菜真的是很厉害，它等一下我把梗，它还蛮甜的这些高丽菜。高丽菜，这个高丽菜，它有脆。嗯，我之前在台湾就是自己煮火锅，遇到那个在卖高山高丽菜的，那我们就买了一大颗，买两大颗回去，大概吃了一个礼拜。它还是好好的。我觉得高山高丽菜厉害的地方是，它放在冰箱里面，就像冻龄的一样，它不会坏掉。对，它就像你刚买回来一样。两个礼拜后，可能是因为它高山高丽菜很耐冰嘛，所以它反而放在冰箱里面不会破坏它的味道。但是我那天吃的高山高丽菜，就我觉得它跟高丽菜不一样，它不耐煮。煮一下就熟，而且口感其实是就没有一般高丽菜有一种脆，高丽菜很脆，它就是煮起来好像已经快接近大白菜，对，感觉像是高丽菜跟大白菜之间的口感，不能像高丽菜，很多人是喜欢煮很久然后就变烂烂，它不用，它大概煮一下大概就是有一种烂烂的口感，所以我们就是稍微烫一下就吃，那吃久了觉得就是哎，它是一种。高丽菜味，菜味没那么重，因为有人可能觉得高丽菜味太重，他不喜欢。那就是有一种很淡的高丽菜味，那吃起来真的就很像白菜那种，有一种水果味，对，有一种甜甜的感觉。这个的话是完，就是它这是几乎就有高丽菜的脆，刚刚是很脆很好吃，那又有甜，也是没有高丽菜就。这三种高丽菜就是混合在一起，就是对，有一种那种感觉，就是很厉害。我觉得日本人真的很会种农作物，会一直改良。我看他们日本人农作物看起来都觉得很好吃，他们的东西作物出来干干净净的放着，就像是一个艺术品一样，这样一颗一颗的。你昨天买红萝卜，我发现他们的红萝卜吃起来的口感跟马铃薯一样，而且。不能炖煮哦，他们的红萝卜不耐煮，应该是我买那个品种生鲜超市的红萝卜啊。可是我拿回去煮火锅，却发现它吃起来变成煮个一下下两下下，它没办法像红萝卜耐煮，那就是吃下去的口感是就变成是像马铃薯这样粉粉，我就觉得好不习惯，这是哪一家红萝卜？就不要以为说像台湾的红萝卜一样可以炖煮很久，然后还是有口感。它就是没口感了，它就是松掉了，它就没有快转的感觉。对，所以我就说这是不是该生，是不是要生吃啊？因为它有点可能，它可能是，而且他们红萝卜是不是会比较甜？生吃搞不好很适合、啊，不然我们就把它削一削生吃啊。红萝卜很好吃，我们昨天就去买那个，前天买一个大锅子，昨天自己煮火锅。大家要小心了，他们这边的盐巴很咸，你大概。放一点点大概就很咸了，不要放太多，大概放了一茶匙吧，饭整锅汤咸到爆，咸到这是我们吃的盐吗？他们盐太，他们的盐到底是浓缩的，是有可能吧，还是你买错？他是盐啊，盐就这样啊，如果咸就加一点点就好，提味就好。就他甜点跟咖啡一起来，下一块豆腐，我们要开始吃甜点了。对啊，我们先看一下甜点，跟之前的圣诞也有点像，迷你型的圣诞，类似圣诞的东西。它那个水果看起来就很好吃，然后他也帮你换了要捞甜点的那个汤匙，先吃看，但是你好像不太能吃，因为它有葡萄柚。没关系啊，可以吃啊，我已经。过很久就葡萄柚，要跟底下的一起吃啦，你忘记了？我知道，我先试看看个别味道。
中间的叉边好妙，应该是梅子吧，有一种很高雅的味道的梅子。我第一次知道这种梅子味跟我吃过所有梅子完全没有符合它的味道。你说它是梅子做成的叉边？对，这应该就单纯的水果啊。它有腌制过吗？没有，很新鲜，就简单的水果，柳橙水果加那个柚子、葡萄柚，对，然后下面的奶酪，是奶酪跟那个一起，跟水果一起吃，对不对？酸的吗？它的梅子叉冰配上奶酪，好搭哦！它的东西都是浑然天成的，奶酪比较甜哦，但是你配上那个高雅的酸味跟奶酪融合在一起，哦，天哪，太美妙了！这好难形容啊，这种东西，他们好厉害。那你三种如果配在一起的水果，然后梅子跟水果，哦，太混乱了，太混乱了，还是简单吃，还是融合，但是你最好配到两个吧，配到我刚刚配四个，柳橙、奶酪跟梅子冰，因为它水果味、柳橙味大略的盖掉其他三种，像老柚的话就会变得小小没那么突出的味道，所以我觉得你大概一加一就好了，你不要一加三，说梅子跟奶酪一个一个吃，一个一个吃呢，先一个一个去吃看看它的原味。那当然水果就没差啦，但是因为水果就是单纯的水果味，但是你混在一起吃就很妙，非常。它的梅子里面好像还有一点葡萄柚，它梅子的冰块里面，因为我有吃到葡萄柚的一种特殊的那种，不是因为沾到葡萄柚，也有可能你吃到葡萄柚了。那我来吃这个，对不对？我一看到就想到当兵时棉被要折得方方正正，它这个是切工超厉害的，它上面的焦糖你在晃动的时候它就一直沿着四边滑下，就是很赏心悦目这样。你先吃一下它的焦糖，哦，好高雅，我第一次吃到这么高雅的焦糖，怎么它是这个味道的那个感觉，有点苦，嗯，很大人味，苦跟甜，可是真的很适合大人，嗯，就是只有大人可以尝这种，就是又苦又甜，就跟恋爱一样，嗯。然后如果再配上这个，我真的无法形容了。它这个奶酪真的太完美了，我这样下去，它里面的细致度几乎跟外面这样差没多少。它的苦甜我知道是为了它，但那个糕体本身比较甜一点，所以你当碰上它比较苦的那个焦糖的时候，好好吃，真的要混在一起吃啊！这个就属于不能分开，那个就是可以分开。你要怎么吃？他们要怎么分开都可以，你要怎么爽都可以。这个就是你就像一对恋那种热恋的情人，就是分不开。你分开的话，就会少了一个味，一个太苦，一个太甜。最好是沾多一点，我觉得再沾多一点。好了，沾多一点。嗯。嗯，它口感很浓郁耶，很细致。它跟一般的布丁的那种口感差很多，它的绵密度大概提升了一个档，就是多了一倍左右。被压缩，那个香气也被压缩了，所以你的整个口腔里面全部都是那个布丁的味道。对啊，你就算吃下去，你整个嘴巴里面还是那个味道，很残留的那个味道，很浓。它这个甜点可以吃很久，等很久之后再吃第二口。日本的甜点啊，就是很适合配茶跟咖啡，原因是因为你嘴巴的味道其实还没有消除，对，就是无法消除，要用咖啡跟茶去消除。咖啡也很好喝，这家的东西真的是，我觉得它的贵是有道理的，这家东西贵是有道理，它的东西好，然后它的每一样东西都很认真在做。你要哪个？都要，我觉得都很好吃。好，你先吃这个啊，这比较甜啊。我有吃蛮多的，因为它这比较甜。哦，这好好吃，这个好好吃。高体太甜，这好好吃。你不太能吃。糖尿病患者也可以，也一定要吃。就算你吃了很多糖尿病药，你还是要吃这个甜点，真是超值，值得你就是浪费你的糖尿病药。我的皱眉是自然而然的，不是我装出来的，真的就是你吃进
口腔真的是很满足，把你整个那个填满了那个布丁的香气，真的是很舒服。哎，剩一口给我吃，他就剩这样子给我。而且你这样，你刚刚就给没多少啦、啊。这个交互吃会比较，因为那个比较解腻，那个有水果，能没死病。那很棒。这对我来说有点太。可是我觉得，可是又会下午茶，你就是想要吃甜一点，又会很想吃，因为苦甜苦甜，那个焦糖香，然后奶酪的甜，真是很奇怪。日本的甜跟台湾的甜就不一样，它不会有那种后味，像有些那种我们去出去吃甜点，吃完整个嘴巴有一种怪怪的后味，那可能果糖吧。对，果糖不舒服，他们的糖是用很好的糖。对啊，他们在糖上面就是也是很，反正对什么东西都是很严谨，然后就是下功夫，就是要很就是好，还要再更好这样。我觉得很值得这一餐，就是满足味蕾。其实东西不用吃到很多。他的咖啡很厉害，茶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我每次都发觉泡过的热茶，热的那个红茶很容易苦。就是你的技术很好，就是你的泡的时间要拿捏的非常的好，只要泡一下就要赶它拿起来。就是我觉得红茶很不耐热，然后一下子它就转成那种苦涩，涩味会变得很重啊。苦的话可能泡太久，所以我刚喝下去它就已经有一点点涩涩的感觉了。可是我就把他附的牛奶全部倒进去，就综合掉它的涩味。可是我觉得咖啡这种东西，它好像比较不怕，就是它热反而会带出那种特殊的那种油香浓香气，浓的香气跟那个那种炭香的味道。你们如果有吃过大佛布丁，大佛布丁已经够浓郁了，它这个浓郁还要再多一倍出来，它的浓郁度很强。吃完我觉得已经甜，然后再喝咖，然后就这样子反复反，好吃。一定要喝苦的咖啡，一定要就是把它。我觉得红茶，像我们前天不知道去哪一家，我就用他的茶包泡红茶，就刚开始泡的时候很好喝，那很香，它我忘记那个叫什么红茶了，大吉岭红茶，就是有一种很特殊的香气，结果。放太久，茶汤里面放明显的变成涩味，就是没有一开始喝的好喝。一开始喝真的很好喝，很香，那种它那种很特殊的香气，可能有人不喜欢，觉得还蛮好喝。但是茶包不能放太久，红茶真的是很娇贵，你茶包不能放在汤里面太久，要不然就是一下就会变涩。它其实红茶也是好喝的，只是它没有那么好喝。红茶就没有，因为你可能把它稀释掉了，它没有那么浓缩的红茶味。因为它涩，它有微微的涩，所以我就把牛奶都倒进去。我本来想要倒一点，发现变得很难，因为一点点牛奶就没有那个味道，所以我就全部的牛奶都倒进去。说，我们应该要吃血糖，一边吃药一边吃甜，这就是人生。就算是生病都要吃甜。对啊，来日本贵啦，台湾的甜点。要，其实台湾现在好像有很多很厉害的甜点，可是要去找就很觉得有点懒。但是在日本的话，就是踩雷的地方比较不太会去踩到。
对对对，狠狠开两次手。打架。